中秋假期要到了，许多朋友准备要安排活动，尤其这个礼拜很重要，因为天气状况来说会影响到你采买年货跟大扫除。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中秋假期天气状况会是如何了。天气不错，好天气，所以呢蛮适合大扫除的。要出去采买年货的朋友，天气状况也是不错。不过啊，你如果前往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，晚上的温度在0度以下，夜晚的登山步道跟路面都容易有结冰的现象，山区活动的朋友要小心。 那到了海边去呢，风浪的部分算小，在小浪到中浪，所以呢，中秋假期的风浪的部分来说，并还没有增大，还适合海钓活动。那但是呢，如果你要往东走，到了花莲、台东的话，早晚倒是会有些零星的短暂雨出现，因为风向吹着偏东风的关系。那在西半部地区呢，全部都是天气晴朗，日夜温差相对的明显。再来的天气系统到了礼拜1的时候呢，要转雨了，气温要下降，华南云带要东移了。不过现在这个时候的中南部的朋友，你要准备出门，我们就来提醒你要特别注意的事项了。目前呢，整个中部以南的空气品质的状况都是属于不良的。最主要呢，吹着东北风进来，到了这个中南部这个区块来说，地形的关系变成一个弱风区，所以呢，在自己境内的污染物没有办法排放掉，但在马祖跟金门这边的污染物是大陆的沿海飘散过来的，所以在马祖跟金门的朋友，空气品质状况也是比较偏差。接着来看到真实色彩的云图了。云图上面先来注意到，在大陆这个区块有没有看到大片的华南的水汽带正在发展当中？明后天还不会到我们台湾上空。那我们台湾上空呢，最主要东部地区因为吹着东风的关系，海面上水汽带进来有云层多。西半部地区大概过了台北以西以后，一直到恒春半岛，全部都是天气晴朗。所以啊，东山早晚有雨，西山天气晴。接着看到彩色云图了。云图上可以看到，北方的高压系统已经东移进到东海的位置，明天往日本南部的海面前进，那风向开始变成东风，所以我们各地的温度状况在周休假期开始上升。但是到了下礼拜1开始，华南的水汽带将要移到台湾上空，再加上北方的高压带进来东北季风，所以湿凉的感觉有3天的时间。到了礼拜4的时候，水汽量减少，气温的部分在下周4到周5才会上升。来看看今晚到明天的温度，歪岛地区夜晚仍然比较偏冷，天气晴朗之下，日夜温差大，而台湾本岛部分西半部天气晴，东半部地区早晚有短暂雨。小叮咛2件事情要提醒：早出晚归的朋友穿着要保暖，清晨西部地区有雾哦，出门行车的朋友要小心。